你怎么下来了？哦，只有一张床吗？我要不就睡车里吧。 饿了吧？你吃吧。嗯。你吃吧。我不饿。 走了，你赶紧吃吧。 夜里城市的另一端，支教的李浩提前回来了，命运的棋子一一落下，所有的路径都指向回廊亭。哎呦，好久不见啊，李浩！哎，谢谢你，来来来，给我。没有你我真回不去了。客气啥？哎，大虫子呢？电话打不通啊。 你再去了一趟，表现还不错，以后千万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同学们都盼着你回来。好的，主任，我会努力的。去吧，去上课。板书怎么没擦呀？老师，我来。好，同学们，上课。同学们好。
请坐。本来这节课应该讲赵氏孤儿的，但是咱们分离了那么久，你们想不想听我支教生的故事？想。你醒了？嗯。睡得好吗？嗯。我本来觉得一个人挺好的。为了你，我真的放弃了我的原则。哎呦，大姐夫，您看看，您看看，去交给我吧。哎，您说您这身体又不好，还专程跑一趟，我上红叶找您去不就完了吗？哎，你最近应该也挺忙的吧？没有，不用找我帮忙吗？啊，我这个点金网呢？的确出了点问题，但是呢，问题不大，我自个儿还能应付。大姐夫，其实呢，我一直都挺为您担心的。担心什么？我觉得您最大的失算，就是没在健康的时候把红叶继承人的事情处理好。现在您这身体不好了，所有的事情都得加速了。这次江远兴展现的潜力，还有程程的身份、心性，让您做出的这个决定，对吧？你可以直说。您呢，要强了一辈子，可不能晚节不保啊！不能到最后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呢。你说的是江远兴吗？就是他。在您身边最意想不到的人设计了一个巨大的骗局，算计您。最坏的结果，他把红叶骗到手，而您膝下再无子嗣。那你有什么建议？您这见识过大风大浪的老江湖，就是这份淡定自若真的值得我好好学学。程总善于欲扬先抑，虚虚实实。你我在一起共事了十年，我不至于连这点道行都看不透吧？啊？江远兴现在把程程控制得死死的，江远兴让他往东，他就不敢往西；江远兴让他死，他就得立刻抹脖子。那又怎么样？如果江远兴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那么 OK， 什么问题都没有。但如果不是呢？大姐夫，您别忘了，他是七星镇的人。那场大水119人遇难，其中就有江远兴的父母。杀人父母啊，这也算是血海深仇了吧。所以您把江远兴留在程程身边，您真的放心吗？我觉得在红叶继承人这件事情上，您还是再好好考虑考虑。好。江远兴，
这可是董事会，我受集团谢灿董事的委托来参加这次会议。这是授权书。针对这次董事会改组的动议是否能被启动，今天我们需要进行一次全体董事会成员的投票。是的，慎重投票，董事会改组的动议被正式否决。董事会成员谢灿女士、高洪志先生均同意今后将董事会席位投票权委托于高广义董事长，这是委托协议。我宣布两件事情啊。一，集团高管层将启动轮岗制度，重新调整每个人的管理汇报线。二，集团总经理的位置空缺太久，也将正式启动内外部竞聘流程。散会。供应商的合约还需要尽快的签字放款，迟则生变。好，我知道。这一次多亏了你啊。程程他也帮了不少忙，事迹从权，他这次算是彻底暴露了。没关系，早晚的事。或者说，不该知道的那些人其实都知道了。程程他，小江，多谢你了。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的。谢灿这个人，你能找到他，搞定他，不容易，辛苦了。啊，你放个假吧。燃心计划现在刚刚起步，方方面面都是需要紧盯的时候。你进入红叶以来就没有休过年假是吧？是。那就休个年假，啊，两周。程程呢？你接着好好照顾他。两周后，我要见到他。我明白了。点金网现在摇摇欲坠，我在红叶的位置也被高广义捏在手心里。如果我们俩再不联手，可就要彻底退出舞台了。联手，季总，点金网现在需要资金驰援呢。唐总，
我有多少权利，你不知道？你看，一说到实际利益，季总您就腿软。那您怎么让我能觉得您靠得住呢？我说的都是大实话。等这一切尘埃落定，点金网的事儿就不成问题。这是我对你的承诺，我绝不失言。好，那先说说你的情况吧。高广义说要考虑总经理的人选，依我看他已经计划得很清楚了。他准备提江远兴为程程铺路，完全正确。但是这应该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吧？高广义不是一个轻易放权的人。他得了癌症，我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怪不得呢，之前住院住了这么久，现在又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唐总，我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就给个痛快话，要不要合作？好，但是这一次全得听我的。你说怎么干我怎么干，反正现在也没退路了。你也知道，不管怎么着，我也是为了阿健考虑。好，看在认识季总十几年的份上，我就再信你一次啊。我猜高广义要提前公布遗嘱了。身体的原因？没错，一旦遗嘱的细节公布出来，那我们就被动了。你说的对，这地点他一定会选在回廊亭。所以说，一旦他进了回廊亭，季总，你就得想办法拖上一拖。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你们就让我进去呗！干什么？没在这儿。不是我进去干，我儿子出去。我去呀！让我自己走，自己走。什么叫自己走啊？我不走。这里面不能进。不是他在里边。说什么呢？在这说。不是在里边。怎么？你们让我。没事，有点凉了。不是让我走啊！我走。什么叫走啊？警告你，最后警告你，自己走。什么人啊？高总那边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你早一天去见他，就能早一天进红叶。程程，啊，好，你刚说什么？我没听清。你怎么了？一天都魂不守舍的。啊，可能是困了吧，刚才发呆来着。那我们就回去吧。哎，远兴，那你先上去吧，我去买包烟。你不是不抽烟？我哦，那好吧，我先上去了，今天我做饭。啊，行，那你做饭，早点回来。这里人小区名单上面没有这个人，我跟你说了半天，你们没找到，不是说你不行，警告你，警告你，儿子，我可这不想被别人听见，就使劲嚎。行。喂，喂，你好，你好，请问是江女士吗？
我是，您是哪位？啊，我叫李浩，听学校的老师说你之前到学校找过我。对，我之前是去学校找过你，但打了几次您的电话没有接通。哟，这可是好烟呐！啊，到底什么时候才是最后一次？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想你哈。想我？那你现在见完了吗？啊，我走了。放我最后一次，这些人一直在追我，追上我就没命了。你把命给他们呀！你看你这样烂命，他们稀不稀罕？大成，我再说，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儿不嫌母丑，啊，狗不嫌家贫啊！你以前不是说我是你从马路边上捡的吗？现在又说我是你亲生的？不是，你确实我亲生的。你不相信可以做那个亲子鉴定，亲子鉴定，对。那太可惜了，我以为能找到我的父母。我这次呢也收集到了不少线索，没准可以帮到你。你有什么信物或者是信息吗？帽，就是那种一二代的帽子。签多少？这次5万。5万？啊，真的5万？我看了一共就3000。好，3000就3000，你收这儿，我来拿。你别来联系我，等我来联系你。你要是过来找我的话，你一分钱也别拿。行，啊，那我等你电话。等你。走啊。这么认真的，你还是第一个。你电话里说，你有一顶小帽子，对吧？哦，对，就是那种针织的普通绒线帽，大概这么。我还拍了张照片，你看看，看看。是吧？程程你也认识吗？你还认识程程？不过也对，我们一个个的没有调查过。你们最近有来往吗？当然了，我们是好朋友，之前他还住我家呢。你家？哦，后来我去支教了，他就帮我把房子给退了。东西也不知道放哪儿了。我最近给他打电话，他也一直不接；给他发信息，他也不回。我还真有点担心他。行呗，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对不起啊。嗨，没事儿。
可能。接二连三的信息让江远星不得不怀疑自己深陷一个满布谎言的骗局之中，而始作俑者很有可能就是与他朝夕相处的程程。云星，嗯，如果有一天我做错了事情，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那你死定了。真的吗？你就不可以想想我们之间的感情吗？我想什么呢？我有多么多么爱你。你别笑。相信我，不管我做错什么事情，我一定会跟你解释的。你想说什么？我只是从来没想过，我一直以为都是书上夸张的说法。你想什么？我会爱一个人超过我自己的生命。你看，书上没有骗人吗？我爱你，云星。我也爱你，程程。哦，对了，我突然想到，咱们还没有好好的进游乐园玩一次，所以今天什么乱七八糟都不要想了，就好好的玩一次行吗？好，走啊，走啊，走啊，走吧，走啊。Thank you.
哪，这可能是我看过最黑的学生墓了。下面坐，你看他进来。啊！哎，真的，那你回头跑吧。哎，真的，我来跑吧。前面两个许愿树，要不要去许愿？许个愿啊？啊？已经做好了承担一切的准备，如果许愿真的有用的话，今天晚上一定要做魔之轮吗？为什么？因为我刚才买气球的时候听到一个传说，当摩天轮慢慢的升到最高的时候，你会是整个城市离天空最近的那个人。这个时候，上天会告诉你一个秘密。那他怎么告诉我呢？他会直接说到你的心里，让你明白一些事情。如果是两个人的话，上天就不会说那个秘密了。你好好听着，我在下面等你。喂，江女士您好，这里是大风调查。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